现在是第六篇的毗奴遮那篇，我们讲了六篇了，《黄经》80卷，我们讲了11卷了，含脉处理信亲，养母生信，就是信什么呢？信因果。现在这个毗卢遮那篇第六篇还是在信心分当中，还没到解分呢。我们说这么多的因果，信吗？从这个菩提茶开始到毗卢遮那佛放光，或者从此间放光，从眉间放光，慧主都是普贤菩萨。从普贤菩萨用毗罗障身三昧，这种正定，说如来的一正二报之法，信分中共有六品经，11卷，六品11卷经。现在我们要讲这个六品的第11卷。前这个10卷经，咱们已经讲了十卷了啊，都是讲毗卢遮那佛的依报、正报，他的庄严、三相的庄严。依报国度的庄严，那是说果。现在这一品呢，专讲一正的因，那个果怎么来的？讲这一品就是什么呀？有因必有果。前面的果是由因生起的，这个因呢是果后之因，他正了正了说他的因，是还是以果为主，说先说毗卢遮那佛是果了，他怎么成就的毗卢遮那？这个呀，不是因为人来说这个法，法是法，人是人，因为执着这个因，执着因，就知道毗卢遮那佛旷劫所严净的，所严净的什么呢？一正二报。前头嘛就这样一正啊，怎么样庄严呢？现在呢就分析前所庄严的果的因，一报的因，正报的因。因为在这37问当中有问，这个果是怎么得的呀？为什么能成就这么个果呀？那这一篇呢就讲有毗卢遮那佛修因的时候，怎么样的因才能感成这个果？是修了什么样因才感成这么个果德？
标榜是果，称赞是因。前头啊，用医报啊，用佛果呀、啊，但都要以人来说的呀。这个法是以人来显示这个法。要不说佛，不说医报，那是谁成就的呀？谁的因缘所致的呀？是华藏世界，是毗卢遮那佛旷劫修的因恨所严禁的，那么就来显示显示，毗卢遮那佛他修因的怎么修的？先对他的名字解释，什么叫毗卢遮那？咱们华严叫光明遍照。无论佛要他修因的时候。报德的身，那叫报身。因果只显报，因缘果报。大多数说卢舍诺，卢舍诺是佛的报身。法身无相，没有言说。这是一种说，二种说我们人人都具足，人人都具足毗卢遮那。对，是没显呢？为什么毗卢遮那显了呢？是卢舍诺显的，卢舍诺显的。但是报即是法身，法身即是报身。我们现在。我们这个报身也是的呀，你法身并没失掉啊，本具的呀。这个问题咱们讲起行论要开讲华严经讲了很多次了。我们这个法身呢，没有报的作用，更没有业的作用，纯净的，那是理具的，理具。理具的可没有事实表现。我们现在这个报，我们的三业，身口意三业是实呢的了。现在我们现在在位的诸位，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不是纯呢的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已经是佛弟子了，子呢行善。转化了，但是初步的三业并没达到纯善，并没达到圆满，并没达到广博清净，只是初入门。所以说卢舍诺，或者说毗卢遮那，或者说释迦牟尼，意思就是相同的了，相同的了。从佛的报身、四现婆的应身、四现婆的化身，而毗卢遮那呢，遮那的含义呀、啊，就是遍一切处。什么遍一切处呢？光明遍照，大日遍照，这个含义。单翻一个字毗，就是含的种种的、多种的、无量的。那个毗卢遮那呢，那就把它分成了光明遍照。光明遍照说佛的智身，法身升起之智慧身，智慧身是光明的，照住众生就度脱众生。这个毗字就是遍照的含义。卢遮那呢，就是光照的意思。为以你的身、法身、报身、智慧、无奈光明，法身照理的，报身照事的，理即是事，事即是理，
幻境就是理法界四法界，理是无奈法界，达到四是无奈法界。有的外道成太阳神，太阳神就是毗卢遮那，太阳的光象征那个佛智的广大无边，像那个日的日太阳一样的，像与日无若，与日无别。但是佛是历经了无量劫海来修行而得的，这个智慧不同，是正觉智，叫正等正觉。毗卢遮那佛并不是华严经独成的了，梵网经啊、法华经最后的观普贤经，还是在密宗的大日如来经，毗卢遮那就是大日如来。每部经说的意思不尽相同，都不一样的，归群呢是一样的。毗卢遮那就是骗一些处，骗什么意思呢？常乐我净四种波罗蜜，土呢是常寂光净土，奢成了常寂光净土。在一些经论上，学华严经的它不分大小的，也不是说我华严经是独大的，说像那阿含经啊小乘的，不这样讲。因为说毗卢遮那最早出现的还是在杂阿含经里头，杂阿经它叫什么？破坏住明难，光明照虚空，今毗卢遮那清净光明显，在杂阿含的句子是这样程度的。那个所指着毗卢遮那是太阳的意思，不是毗卢遮那佛。他这个称赞的就是太阳的意思。华严经有卢舍那佛的说法，其他的经这种说法很少。还有佛本清寂经、大沙哲尼千子所说经、大乘四法经，这些个经典都有归命大自海毗卢遮那佛。这几部经有大乘成性经，他说的是声闻法、毗支佛法、菩萨法、佛法，入世一切诸法都流入毗卢遮那智障大海。大日如来叫密啊密宗，他是摩诃毗卢遮那就叫大日如来。大日如来是什么意思啊？全法界的体现，这是存子法身说的啊。华严经探玄记啊，就把这个毗卢遮那就是光明遍照。大日经书，大日经书它以毗卢遮那说是日的别名，就是太阳的别号。这些大家都要知道，在各个经一见到这个名词你要知道了他这经定的含义。金刚顶经说毗卢遮那是最高显广眼藏如来，毗呢是最高显，卢舍那呢就广眼藏，是由光辉照耀转化成了属于太阳，说的像太阳光明遍照的意思。所以大日经把毗卢遮那说是太阳的别名，日的别名，
也是根据这个意思来定的。所以毗卢遮那跟太阳就有这么多的关系，这么多关系。大乘的佛教的经典里头，把毗卢遮那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的法身，在旧译华严经，旧译就是六十华严的啊，如来名号篇，四天下的佛号都不同，都不同，或者叫悉达，或者叫满月，或者叫狮子吼，或者成为释迦摩尼，或者把它成为神仙，或者叫卢舍诺，就是成他的化身即是报身，或者叫他的直接叫他的名字叫瞿昙，把释迦摩尼比如太阳的出生，化度人间，阳光抚育嘛，人得到的温暖的意思。在中国的呀，所有的论著，过去的大德们，对佛的三身，卢舍那、毗卢遮那，或者释迦牟尼，三身就是一身。但是的，在经论里头说毗卢遮那跟卢舍那，各个经都是各说的不同，各个经有一说。智者大师呢，在《法华经》里头，把毗卢遮那定为法身如来，卢舍那佛定为报身如来。这是依照普贤观经，普贤观经，观普贤经就是。叙说着毗卢遮那是法身，叫遍一切处，卢舍那为报身如来。这都依着观普贤经里面叙说的，把报身合而成为就是法身，法身即是报身。密教，密教啊，密教称毗卢遮那为摩诃毗卢遮那，摩诃翻大的意思啊。说佛呀住在大金刚法界宫，毗卢遮那住在大金刚法界宫，他的眷属37尊身都是他自身啊，都是自身，表现他是金刚眷教主。要受大日如来立法的时候，但是把他说到究竟，就是你的现前一念心，离体跟他自体不二的，离法身跟他自法身，他分两种法身呢，离法身自法身，合二为一的。在那共曼这儿呢，它叫三重曼陀罗。毗卢遮那的名字叫遍照，遍照是指着报身佛说的，法身佛无相的，也没有遍照，也没有不照。报身佛是在哪儿成佛的呢？是在咱们这个色界的顶天，第四禅天。就色究竟天成的佛，化身佛是在人间了。那时候说的是自觉的圣字，说毗卢遮那佛自觉的圣字。大概解释毗卢遮那，咱们说到这里吧。这个全说的毗卢遮那。
因为这品嘛叫毗卢遮那品嘛。那这品经讲讲因，先前边那个华藏世界，你像毗卢遮那佛的成佛的正报的因，跟佛依报的因，那这品的大意说啊，前头我们讲了五品了，把这个毗卢遮那佛的果劝众生生信，因为他距离我们太远了，乃至说他那个世界成就了华藏世界了，那个果也很玄妙的，父母信心呐、生不起来。这种的言说，这种语言在我们思想上以前没有影子，很不容易生起信心来。明这个菩提道，发菩提心，行菩提道，证菩提果，不会错的，不会错的。所以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，三世诸佛，各个诸佛，他的法都是相似的。不要怀疑，坚定信心，就是这篇主要是还是要么升起信心，相信什么呢？相信古佛他所成就的，我们也能做得到，我们也能恢复。毗卢遮那。这叫毗卢遮那品，这品名字，毗呢就是种种的，遮那呢就是光明，就是种种光明。说法身的悲和的智慧，乃至教化众生的种种的教行，所说一的法，都是光明的，用这个光明来脱我们众生的一切黑难。我们的不明白，毗卢遮那是古佛了，释迦牟尼是今佛，倒是一呀，倒是一呀，今佛跟古佛，法身佛跟化身佛，倒是一呀，倒是一呀。在法身时候说他的智慧身，智慧身就是报了，智慧身就讲着智慧解脱，讲他是大慈大悲。说我们一些众生发心成佛，发心成佛有差别没差别，发心跟成佛有差别没差别。不止毗卢遮那，无量的三世诸佛都是一念成佛，无先后继，这非常重要啊！一念成佛，就是我们禅宗所举的一念顿超直证菩提，一念成佛，这个成的佛智慧解脱，跟佛是一个是两个。是一是一，也是一也是一，各个众生发心成佛是一，大慈大悲的智慧解脱是一，又者这无量的三世一切诸佛成的，就那一念间顿超直入立证菩提，没有前继也没有后继，是一。不坏这一念，这一念不坏，它要经过无量众生，过去未来现在，这个就无量劫了，难得计数，它又是不同，
又是义，义和义，这个呀，必须得学什么呢？学这个十玄六相。到后头要讲的十玄门跟六相，成坏总总别同义，是吧？一心之意，一心一智慧，立无畏言。一个心，众生与佛一个心。一个智慧，本句的啊，十四种位，十力，十四种位一样的，平等平等。观念如是信，不平等的话，你成不了佛。先要信自己就是毗卢遮那，体通过。化身的本体都通的，这一请兵文下头分十五段来说，在这十五段有四佛出世，四尊佛，一个是毗卢遮那，这一佛号啊，随四卷的名啊，有同有异，不是佛的名号的有同有异，是学者即即有同有异。一一佛都具足了法界、众生界、随缘名号，世间的一切名就是诸佛名，因为如来的智慧德相，他的法骗一切处过，如入虚空，遍含诸法，没有不清净的，眼目即清净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就是这种原则性的一种舆论。这又叫什么呢？在经文里头讲，解释佛的本事，就是前世一切与佛法相应，与他成道相应的事儿，显他的本事。咱经常问人家说你有本事没有啊？没有一个人没有本事的，都有过去的，那叫本事。咱们说这个本事啊不同了，但是这个含义啊，具足那个含义。说你有本事没有？说你干这个事儿能干得成不啊？有这个能耐没有？但是这个每个菩萨、每个众生要想求成佛，在这过程当中都叫本事。本来修行道路成佛的事儿，这前头都说的大意啊，大意。就是这一品毗卢遮那大业，谁来说呢？还是普贤菩萨。而是普贤菩萨福告大众言：诸佛子啊，乃往古世过世界微尘数劫，福被世说。说这个世数啊还不够，说这个劫的时间呢长了，太长了，福被世说。头几天我跟大家讲时空，时间和空间，这个讲的是时间，过微力无量微生数劫，时间。空间呢，从他发心到他现在成佛，是过了好多个世界，经了好多的空间呢。但是成就的时候啊，一念
一面就是无量劫，无量劫就是一面。现在科学家发明个时空隧道，就是这个含义吧。他说那个数字太小了，五十几年呢，太小了。咱们这个是没法计算它的年月了。古寺过了四界微尘数劫，四界是处所，把这个四界都把它抹成微尘是时间。劫波嘛，劫就叫劫波，劫波就是时分。处所呢，无量世界，把那世界都把它抹微尘。那时候有一个世界海，是前头所没说的啊。前头那经上说是世界海里头都没说，这现在有新标名词，叫什么？叫普门净光明。那这个世界海是包括很多了，但是在这个世界海当中有一个世界，有世界名圣音。圣音依着什么住呢？依着摩尼华王海住。这个世界海，世界海中有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又依着摩尼华王海住，又经过须弥山微尘四处世界，说他围着这个世界海，他的眷属有好多呢，有须弥山微尘数那么多世界，给这个摩尼华王海做他的眷属。这世界形状是什么样子呢？圆的，七形正圆。庄严句呢，那就太多了。这个土地上有无量的庄严，都是什么？大概说一说：三百丛众宝树，轮回三，轮回三所共为爻。三百丛啊，就是这个众宝树的轮回三。有多少个？有三百丛，一丛一丛一丛，围了三百丛，围着这个七地摩尼宝王海这个地啊，一切宝云，上空中有宝云，在这上面的清净无垢的光明来照耀。他那个城邑宫殿都高大的像须弥山那样子，吃饭怎么办呢？穿衣服怎么办呢？心里一想啊，就来了，随念而至。想你想穿什么衣服，这么一思念，衣服就来了。说你穿着不合适，啊不满意，你又一念他换了，没有了，他就心里又来了，随念而至了。饮食，你思念而至，这个时候叫什么时候？其节就是时分，这个时候啊叫种种庄严，种种庄严。诸佛子比圣音世界庄，要说正报啊，先说一报，你得有个处所嘛。先说一报，用一报来显正报，有了正报了再显一报啊。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哪个城市啊？城市哪个街道啊？哪栋楼房啊？就这样，就是这个含义了。在这个世界圣音世界当中，有个香水海，都说海呀、啊，香水海。香水海叫什么名字呢？清净光明香水海。那么这个海当中有个大华须弥山出现了，这个大华须弥山的光焰
山上放出那光焰，蒲庄岩床，那光焰的床的名字叫蒲庄岩床，石宝蓝轩，蓝轩就那栏杆吧，周围那些栏杆，周匝为阳。在这个山上有个大林，叫什么呢？摩尼华子轮。这个轮的当中有无量的华的楼阁，无量的宝台观，周回不列，就是巡回的了。无量妙香宝妙香床，无量宝酸肠，回集庄园呢，巡回来回的环绕着啊。无量宝芬陀利花，处处繁荣。无量摩尼莲花王，周匝垂布。要音和悦，那音要放出音来，非常和，欢乐之音。香云照耀，云彩都有光，光而有香气。有好多数字呢，无量，无量缘起啊，数字很多，不可计及。有百万亿诺由陀城，诺由陀梵无央树，它有好多城啊，有100个无央树那么多的城。周匝为阳，一切众生、种种众生与众止住。这个香水海跟咱们讲的世界香水海不同了。前头那个世界香水海是持种的香水海，这个是四大部洲的香水海。那海出的华山啊，华山也不要搞错了，不是陕西的华山啊，名字相同，意义不相同了。山顶上有个树林，树林也是庄严具了，佛与这个树林中显现。诸佛子，此林的东面有一个大城，这个城的名字叫焰光岩，焰光明，放焰，放光明照耀，是天城啊。人王所多，这有个果王，人间的王，他这个城啊，有百万亿诺由陀城，周匝为阳，大树吧，人和城就是主宰的意思，周围的这些个就是辅助的庄严。清净妙宝所供成立，总管7000由旋，一由旋有时候40华里，有时候80华里，大概说大数的80华里，小数40华里，中间是60华里，拿着华里计算，一由旋啊。七宝呢，为他成果。那城上的敌楼啊，那庄严的休息啊，悉皆丛立，丛立就形成壮观呢，非常美丽。七松宝嵌，宝嵌每个城外都有护城河，现在没有了，过去的城都有护城河，那个城就叫嵌，有护城之河。这嵌中所有的水都是香的，里头有优婆罗花、波陀利花、鸠罗花、芬陀利花，其实众宝处处分别，以为颜色。宝多罗树，七重为阳，树啊，不是占人间的树木，经上所说的树木，大多数都是七宝所成的。那个宫殿楼阁是宝庄严的，
每个店都是有网络，张氏其上的，嗯，铺香上花，分容其状，有百万亿诺有托门。我看到这段，我说门太多了，这太多了，100亿万的人们，百万亿诺有托，诺有是无阳数，门太多了，不要当成人间的门啊。行是啊，一切诸法通达毗卢遮那的成佛果的法门，法门啊，以法为门，这些都很庄严的。每一个门前各个有49宝娑罗床次第行列，还有百亿园林，这个门可大了，门口啊有百亿个园林周匝围绕着，园林呢放出种种的香，炸香了，各种香都有，摩尼树香啊，周林普熏，还有琴，琴就是鸟，众鸟和鸣，听者欢悦。在这个大城中所有居林呢，都成了，成就什么了，夜报神珠，生了个个都有神珠通。神通说有神珠通好处是什么呢？不要坐飞机了，也不要坐火车了，汽车也都不要了，你自己要上哪儿去，就神珠通，乘空往来，随意自在，心里想什么就得到什么，迎面而至，太殊胜了，这叫福报。其城次南，说这个城的南边还有个城叫天城，名叫树华庄严。其次右旋有大龙城，名曰究竟，次有夜叉城，名有金刚圣妙床，次有钱达婆城，名曰妙宫，次有阿修罗城，名曰宝轮，次有紧诺罗城，名曰游戏快乐，次有摩诃罗城，名曰金刚床，次有梵天王城，名种种妙庄严，如是当百万亿诺陀说，持一城各有百万亿诺耀陀楼阁所供为啊，一一皆有无量庄严。这个空间非常的大，没有空间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个，都是100万亿诺耀陀。不论山林树木楼台殿阁，都是100万亿诺耀陀，百万亿已经不得了了，最后加个诺耀陀，那头是不可说。诸佛子，知宝华自轮大轮之中有一道场，名宝华遍照，以众大宝分布庄严，摩尼华轮遍满开佛，也以相当聚众宝塞，燕云弥佛光芒遍照，诸庄严具常出妙宝，一耀中横咒牙音，摩尼宝王现菩萨身，种种妙华周遍十方，其道场中有一大海，在香摩尼金刚出大莲华，名华蕊艳轮，其花广大，这个花开的真大，百亿游旬，比咱娑婆世界，比咱们现在这个住这个大，有100游旬一个莲花。还不是一个呀，十不可说的百亿莲花呀。围绕什么呢？围绕这个香摩尼金刚。在这香摩尼金刚又出了大莲，这个大莲花叫华严艳鸾，这个黄这个花啊非常广大，它的梗啊，它的须啊，都是妙宝所成的，
围着这个大莲花有十日不可说白诺陀花。这个不是咱们意念所想到的啊。想不到怎么办呢？不想了。不想不是没有了吗？没有。你这一念间说意念会就坐这儿。这可不是胡思乱想啊。你照着华经所说的你就思维一下吧。你常思维这些个，把你眼前的烦恼，把你现在这个娑婆小世界，这个小男人不着，找把他没有了。在会想的，你就坐这个大莲花里头，这大莲花里有的宫殿，你就坐在这宫殿里头，干什么呢？在这念佛呢，不一定念阿弥陀佛了啊。念着毗卢遍照，念毗卢遮诺，这还说这一个世界，诸佛子啊，比圣音世界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，就最初劫中，咱把它用通俗语言讲，其实劫波就是十分了，有十须弥山。把十须弥山都抹成微尘，一微尘做一说，说什么呢？如来出行于世，一个微尘一佛出世，一个微尘一世，如是无穷无尽的十须弥山，微尘数这么多诸佛，都在这出在此这个度众生。最初是这样子，这是初劫，以后每一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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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起来，那就无穷无尽的了。初劫都是这么样子，初劫就十须弥山微尘数，初劫是二劫呢，恐怕就百须弥山了，千须弥山了，是空间了，时间呢没有定。大家懂得时空的意思啊，就是这个含义了。时空系第一佛，无量诸佛的单说第一佛。第一佛呀，佛号呢叫一切功德山须弥圣容。一切功德山，说他福德的高大呀，是崇高啊，无尽呐、啊。这个山是功德的，假功德修成的，仰望啊看不到，啊，用须弥山形容着，须弥山封什么呢？妙高，妙高是不可思议的高度，妙嘛，很微妙的，什么这么高啊？佛的法身，佛的智身。佛的智慧定慧高妙啊，慈悲法这个世界，智慧来运载这个世界，都是广无边际的。诸佛子啊，应知彼佛将出现的时候，一百年前，这个说的是拿人间的说了。一百年前的就出现那些瑞相，此摩尼华之轮大林庄，说回去了啊，又回说那个摩尼华之轮大林庄，一切庄严周遍清净，就像我们普热赞要有什么圣诞。大家打扫清洁了，可是那个含义是那样子似的。在一百年前呢，啊，一切的环境都在变化，有不可思议的宝焰云，发叹佛的功德音，那出的音呢都赞叹佛，赞佛的功德呀不可思议，演奏的音要
都演的佛的音声，疏光不亡，那光啊，有时疏散，有时回卷，覆盖十方。宫殿楼阁都放光，互相照耀。宝华光明，腾聚成云。宝华的光明腾云，就像那个升起的意思了。腾聚都成了云彩那样子，光成云形。浮出一种美妙的不可思议的音声，演说什么呢？演说一切众生前世所修行的广大善根。这个单说这个世界的生到这个世界的众生，他都是有大福德的，有大善根的，还演说什么呢？三世一诸佛的名号，广赞叹佛的名号，说诸菩萨所修行的愿，发的愿，所修行的法门，所行的苦行，说诸佛如来，说诸如来转妙法论种种言辞，一切诸佛说的法音都是微妙的语言词句，众生听见呢，不但悦耳，而且赏心，心里生大欢喜了。显入世当庄严之相，显示如来当初语色。其世界中一切诸王，在那世界中的人间王啊，善根成熟了，都想见佛，西域都希望来见佛，见佛就得度了，来到道场，来一道场。这个事儿不是毗卢遮那啊，形容婆罗遮那的在因地当中，这是修因的时候。在这个演说当中，没有说其他的甚深的法，只说的三世诸佛的名号。我们照诸位道友读经的时候，无论你读哪部经，都要说一个诸佛名号。一则是那个菩萨修因的时候得到这些个菩萨加持，二一个什么，每一位众生带你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不论你读哪部经，你都能得度。是不是？有人问我，他师父，我念阿弥陀佛，能升极乐世界不能？我说你念阿弥陀佛时候，你能念不能念？他说能念呢。我说能念就升，不能念不升。我说读过弥陀经没有？读过呀。你对弥陀经怎么想的？他说要七日，要二日，要三日，要五日，要六日，要七日啊、哦！我念到七天呢，一心不乱就成了。我说成不了呢，去不了怎么办？他答复不出来了。我说今生去不了，还有未来呢，未来生一定去。他说那靠得住吗？非常靠得住。这是谁说的？我说释迦牟尼佛说的。那释迦佛没说呀、啊、我说弥陀经上就告诉你了，佛对舍利弗说的，也不是对你说的一样吗？
念过弥陀经的六方佛没有？啊，念过。那六方佛的等于十方诸佛，你念那些个佛名号，跟那十方诸佛结了缘了，何况还你本事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救度你，那些十方佛都护念你，到你来生时候，你自然因缘时候，就是念十方佛诸佛护念，十方诸佛都护念你，持诵弥陀经的人，持诵阿弥陀佛号的人，一定能往上。你信不信啊？我们都念佛消业障，大家都感觉业障重，你怎么那么相信业障啊？有人问我，哎呀，师父，我业障很重。哈哈，我说真怪了，你不要祝福名号，你不相信，咱相信你的业障。他就瞅着我，瞪着我，瞪我做什么？告诉你说的很清楚，地藏王菩萨怕他自己的佛力不够，他向佛说，记得吧，地藏经的第九品，地藏王菩萨说了那么多的名号，你问一个，问一个佛名，消了好多业障，说一百大劫、几十劫，一个你问了那么多名号，你的业障消了好多，你还把业障念念不忘的念业障，你应当念念不忘的念诸佛名号。那些佛跟我现在讲的毗卢遮那佛功德是平等的呀。不过把那些个佛因地所修的，咱们入于华严经讲都入世，佛都入世，相信吗？恐怕对于地藏经的很多呀，第九品地藏菩萨说的那些名号品都是他的因地当中，不过经文上没说明白，他的因地当中所遇见到的，他所见到的，那就是十方诸佛啊。我常想啊，他说那个宝相佛，要有人闻到宝相佛如来的名字，不久的时间成阿罗汉果。我每逢一念到这品呢，我说宝相如来，你保证我们成阿罗汉果，我念了好多年了，你现在好像没消息啊。但是不久之间，问题就在这儿，地藏王菩萨说这个不久之间是一劫是两劫啊，他没说时间呢，这个不久时间究竟好多算是不久时间呢？那以他的观点，无量劫也是不久时间，一念之间也是不久时间，长短标准从何立呀？我后来想来想去啊，不要想这些个了，哎，你的心呐，几时跟阿罗汉相应了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你就成了阿罗汉了，何必想那个呢？什么时候烦恼断了？这就是不久之间，你成阿罗汉了。但阿罗汉不是我们的目的啊。不是现在起码嘛不大地狱了吗？起码见思烦恼断了吗？那再修行就起劲儿了吗？那尽力就好家了吗？你有见思烦恼成天干扰着，使你不清净。说大乘经典，都有见思烦恼你没法入啊，你见惑思惑都还在呢。但是我们都超越了，为什么？大凡胜小圣，大心的凡夫读环境的凡夫超过小乘圣人了，他不成灾可，一成一切成。希望大家一成一切成啊，什么时候成我不知道。